少女，这就对了，哎，这就对了，嘻哈美少女啊，嘻哈风 hip hop。他算是啊，这差不多大六七年来才进入到台湾。对，尤其在这几年，可以说完全变成主流了。对呀。对，你知道现在那种假日的时候，你到广场去都会看到一群年轻人，男男女女在练，在那里头转啊，在那肢体，在那边又又又又又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。是啊。因为这样子，年轻人就有很多运动的时间，发泄的管道嘛，是不是？年轻就是精力旺盛啊。对啊。你不让他跳舞，你难道叫他飙车吗？对呀。所谓对啊什么？所以我们武林高手越来越多。是是，哎哎，我们这个业界有没有嘻哈美少女？有没有？谁谁 ？T Rush 啊，还有还有陈嘉伟 ，Rene，对对对对，水蜜桃，你都讲完了，他们讲什么？水蜜桃姐姐该不会底下穿的是大宽裤吧？没有，是小裙子。垮裤的。不过我也觉得 Rene 是那个 hip hop 美少女。哦，还有别的吗？都讲的是同一个人，不一定要国内的啊。啊，对，沙雅也是，对她好漂亮哦。沙雅跳起 hip hop 的舞蹈是很好美，她扭的好美哦，跟你一点都不像。哎，仔细想一想，我们雅玲雅玲上礼拜。哎，对，之前你们上次跳那个也不错，哎，我们就是走比较多元化，还记得，只是今天穿这样不是，哎，也是可以啦，也可以掰开，再丑一点而已。就 combo， 来来来来，其实我一直都蛮羡慕可以跳 hip hop 的人，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，我觉得大家腿都劈得好高，然后都跳得很有那个活力，就是要有舞感。其实 hip hop 腿不一定要劈高，你跳起来是有女人味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喜欢看你跳，你可以跳。其实 hip hop 的舞蹈也分很多种，像有的是 hip。Hip-hop 结合那个 jazz， 对，那个跳起来就比较，或是结合很大位，对，所以不一定是很 turbo， 然后动不动头就栽在地上转的那一种。对对对，我们也可以让 hip-hop 音乐来一下，我们三个就是抒情的那种舒服的。有有有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有。你们这是痴迷幻药是不是？牺牲你就旁边看。我刚刚才跳，觉得你们两个不对劲啊。哪里不对劲儿？就融入音乐，不都是要那种吗？哦哦，那一种是吧？对呀，那一种啊。你在干嘛？等等等，你要 solo 一下刚那个。Oh my god！ 我们这不一样，我们这叫蝌蚪的一生，好吧？好厉害！来来来，赶快来介绍他们，一起来看看嘻哈美少女传奇呀。嘻哈是什么呢？从字面上的解释 ，hip 是屁股 ，hop 是跳跃 ，hip hop 是一种愤怒的宣泄，一种不受注目的呐喊，来自美国长期备受压迫的黑人街头文化。近来嘻哈风潮席卷全世界，美国黑人街头文化成了全世界青少年共同的次文化祖国。嘻哈艺人更红透半边天，如美国饶舌歌手阿姆，从街头出身的他，不仅唱片成绩斐然，连生平事迹也被拍成电影。日本天后安室奈美惠也转走嘻哈路线，再创事业高峰。国内嘻哈热潮也延烧许久，前阵子出道的 T Rush 便打着嘻哈女子乐团的名号，在乐坛闯出了不错的成绩。今天我猜人不可貌相，便请来五位活力四射的嘻哈美少女，请各位观众猜猜看，谁是一群舞蹈老师心目中最佳的嘻哈美少女呢？舞蹈老师的眼中啊，所以他们今天来每一个真的身怀绝技，对，现场不止访问内容要精彩，舞蹈还要很棒。马上欢迎第一位蔡地鹏，欢迎又蔡地鹏，18岁，158公分，44岁，又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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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有那位了。我告诉你啊 ，hip hop 就真的要走个台步了。好，来来，搞的东西都掉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台步，我们给你嘻哈音乐，好吧 ？Yeah，let's go。哇，蔡总，走路就是要嘻哈。哎呀，哎呀，啊啊啊，李江山，啊啊啊，谢谢。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欢迎欢迎。那么本身好可爱哦。加入嘻哈有多久的时间呢？在我们嘻哈界有多久？家里有养鹅吗？就我家养鸭。哦耶！哎，他随便动都好好跳啊！啊，厉害厉害！好，先等。而且宪哥，你看那 hip hop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就是女孩子穿的松松宽宽大大的，却还是可以很性感。对，穿着看起来好好看，那种感觉是很棒的。对 ，sexy。你今年才18岁啊？
哦、oh, ，对啊。那你很会跳嘻哈咯 ，hip hop。也没有很会啦，就是很喜欢。对啊，喜欢。真的很客气啊、嗯，还能那么 humble 是不容易。从小学雷八八年了、啊。芭蕾啦。哦，哎，芭蕾，嘿，你学芭蕾。对啊，我是从小学芭蕾。哦，是吗？对。那怎么会跳行呢？也不是跳行，因为就是喜欢嘻哈这方面，喜欢听音乐啊，然后穿着什么。学嘻哈对你人生有改变吗？能赚钱吗？每天唱完能有成绩吗？你这可以干什么？当爸爸。哎，对不起。这是年轻人了，对，你脱轨了。有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？我以后想要当舞蹈老师。哦啊，那再还可以啦，教嘻哈。曾经表演的时候差一点露点。对啊，就是穿小可爱啊，然后就。跳太大力就掉到这里来啊！真的吗？对啊，然后就很紧张，赶快转到后面去拉起来，转回来。能不能叫跟吴哥哥讲，你们都在哪里表演比较好？没有了，就是资讯展那些展场嘛。哦、啊，现在已经开始有做这样的表演了。对。然后还有那种音乐忘了带，有没有？嘻哈要是没音乐干跳，那有多恶心，你知道吗？很尴尬啊！那就还是要不是音乐忘了带啊，就是跳一跳就可能跳针还是什么，就突然就没音乐，然后就超尴尬。自己用喊的是蹦蹦吧，蹦蹦哒啦，蹦蹦哒，踏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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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烂哦！对，要记舞步啊。有男朋友吗？目前？现在有啊。哦，做什么行业？他现在还是学生、啊，也是跳 hip hop 的吗？嗯，对，他学校社团是热舞社。那会有将来会有什么前途呢？能做什么？能当饭吃吗？每天跳跳又吴爸爸点点点，又点点点这样。有一项才华是好的，我觉得这完全应该要鼓励耶。对啊，小孩子要让他们多动动啊。啊，出去玩经常是舞池中的焦点，为什么？你在舞池中小便啊？没有了。哇，好焦点哦！哎，好乖哦，好厉害。没有了。哇，太厉害。听说你胸前有一块刺青，真的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方便秀一下。好，胸前是刺在哪里？真的哦。哇，这么胸前？哇，天哪！等一下，你是把那个肉露出来吗？没有没有，有一点。没有，他有准备了，这 OK 了，可以再看一次。好 sexy 哦！一直在讲话，没有注意看到。哇塞！为什么我想要刺这个图案？因为我是基督徒，然后就想要刺十字架跟你。你好性感哦！没有，导播刚没有拍到你，再给导播。哎，不是吧？18岁而已，你想什么？怎么这样？能当饭吃吗？我们不会全去看重播啊，像话吗？哎，你说这刺青还有没有别的刺青？没有没有，就刺那一个而已。那刺多久？大概快要一年了吧，所以你父母其实是不反对的。后来你有跟那个刺青师傅交往吗？没有了。你拜托，那根本就是靠在你身上。哎，你真的艺术好不好？艺术。对啊，对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很多年前学过刺青。这样，你先帮我刺好了。不用，对对。我帮你勤勉。我帮你勤勉，写一个归大王。你写一个王吧，我都还给你大王，你才给人家王八。好了，现在都可以调情了。来，我们直接看到舞蹈表演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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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爱的们，一号我们的蔡地彤，8年的芭蕾舞，同时现在为大家带来 hip hop。Go， yeah， 哦，好有气势。哎，哎，真的有芭蕾舞的功力啊！旋转的时候。
是芭蕾舞基础，跳起来超 sexy 的，有没有？它有性感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太棒了！旁边休息一下。掌声鼓励。谢谢大家什么？第二位龚洁婷小姐，欢迎 Hip Hop。龚洁婷，21岁，166。最挑剔的嘻哈美少女，你见过吗？交男朋友的条件要有腹肌，或者家里住在腹肌渔港附近，千万不能穿短裤加拖鞋，也不能穿短裤穿起来像别人的七分裤。你要在国外海滩就这样，然后上身不穿，就是我不能接受人家是台客装扮，然后再穿拖鞋。那拖鞋不是有牌子的，说10块拖鞋，对对对，蓝白颜色。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没有包后面的，包后面那种凉鞋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穿袜子没关系，可是是没有包后面，然后前面一片是皮的。那你能接受穿运动裤？可以，体育服装运动裤可以，但是他穿皮鞋这样可以？哇塞，这样。龚洁婷小姐，欢迎啊 ！Hip Hop， 龚洁婷，21岁，166。哇，好漂亮，龚洁婷，哇，辣妹，直接走个台步，往上爬的六在 Go。啊哟，哦耶，这是二号的龚洁婷啊，中国歌手166。52 kilometer， 它有点像 Renee 的感觉，有一点呢。好可爱的女生。Hello to everybody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龚洁婷，先哥好，阿雅好，你好，陈琳，我是陈琳，你好，是来自台中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哦，其实我是新竹人，新竹人。我还以为你是 ABC 啊，难怪有这个米粉跟贡丸的味道，厉害的。你学 hip hop 学了多久？ hip hop 算起来是3年。常练，哎，练舞常用宪哥阿雅的跨边舞，怎么会包含宪哥？因为我们练舞的时候要找灵感，所以我们会想要就是玩啊，在屋顶唱的那首歌，然后想着动作越丑越有感觉，所以看宪哥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。厉害！可是你的身材，你的腰好漂亮哦，是因为练 hip hop 练出来的吗？其实有算，就是做运动，做运动，对，有多做运动，其实身材都可以保持。而且他练舞练到扭到脖子啊！对，因为我是跳专攻 jazz， 那 jazz 会一直甩头。哦，对，很重，往下面的那种，对，往下面，要不然是往旁边。那头一定烂的啊！一定烂，对，差不多。是很容易，就是你休息冷掉的时候有没有？然后你忽然之间又正式来跳一次，然后你就会去拽到。哎，女生这个倒是提醒大家，对，对，要暖身。交男朋友的条件要有腹肌，或者家里住在腹肌渔港附近，千万不能穿短裤加拖鞋，也不能穿短裤穿起来像别人的七分裤。腿太短，拜托。有时候男生穿个很休闲短裤配拖鞋，其实很性感。对啊，对啊。你要在国外海滩就这样，然后上身不穿。就是我不能接受人家是台客装扮，然后再穿拖鞋。那拖鞋不是有牌子的，说10块拖鞋。对对对对，蓝白颜色。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没有包后面的，包后面那种凉鞋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穿袜子没关系，可是是没有包后面，然后前面一片是皮的。那你能接受穿？运动裤可以，体育服装运动裤可以，但是他穿皮鞋这样可以？哇塞，这样不太好，怎么配？全身黑色西装配白袜子，而且还是 Michael Jackson 啊。如果他要那样子穿的话，我建议他把袜子那个把裤子塞到袜子里面。哦，那就台客爽了，那比较 lucky 是吗？对 ，lucky。那赶快看他的舞蹈表演，一样是有爵士味道的，是吧？对，太棒了，天哪！太好了，掌声鼓励鼓励，可以哦。哇，而且他的小裤裤好性感，还有金丝裤，还有光钻。好会扭哦！街舞大赛冠军呢。哎，真的，真的会跳，真的会跳。其实他是有点 hip hop 加 jazz。
哎呦，天哪，这个哦 body language 太厉害。我们大家是来对的，根本看舞蹈就大饱眼福了，太厉害了！最后可不可以大家这样，他们全部一起跳啊？一定哇，对呀，哎，干脆我们今天收工里面准备换衣服，我们灯光音响，灯光好，气氛加 party time， 又又又又，好，旁边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这是我们二号，高洁婷，好好，三号一起来欢迎高淑姬，欢迎高淑姬，19岁。走个台步，爬不上，爬不到 music。对。啊啊。Yes yes。啊哈。啊哈。Oh yeah。哎，淑姬。欢迎。哎，好像在哪里有见过面的。啊？已经开了。Say hello, say hello。啊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是是是。像谁？像一个歌迷哦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们给我们看一下，拜托啦，看一下啦。拜托啦，又不是丢人的事。长那么漂亮，看一下看一下吧。哎，还真像，哎呦！哎，抓过来抓过来。没关系，好玩，你已经上镜头了。拜托啦，带上来。哎呀，也像，好娘啊 ！Oh my god， 好像哦，这个几率太小了吧？在同一个摄影棚里面遇到两个这么像的人。是来认亲的吗？奇怪，那妖怪怕出去。哎，你们自己觉得像吗？好，两位现在对看一下，对看一下，一二三。我带你下去画个蓝色眼影，要不要？两位，你们两位不动，让我们拍一个定卡，好吗？他们太像了，见鬼了！我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，哇，对呀。那等一下，你一定要投他一票的啦，哈。很爱可米小子，是不是？啊，厉害了！我跟你讲，淑姬啊，她是这个第一次跳舞就得名了，教过的人也都得名。哇，那运气很好。你已经是老师的了哈。老师级的吗？算。那学多久了？学，没有人教过我。啊，没教过。无师自通的哦。有兴趣多久了？等于说你是因为自己喜欢，然后就开始跳这样。曾经有一次练舞6-7个钟头，结果脚痛到没有办法回家。这样不行，可能有受伤吧。有，还蛮痛的。有，是吗？他讲话都会让人有期待感。对。车祸受伤，隔天还是上场比赛，是吗？是。是的。因为隔天要比赛，所以的，所以一定要跳。所以你练的是哪一方面的 hip hop？ 因为有分很多种类嘛。Hip hop jazz。Hip Hop Jazz 最适合女生。还有内衣的广告商相中了。而且是当你在练舞的时候看中。嗯，就是那一次啊，那个内衣广告，他们要找一群女生会跳舞，然后但是要穿胸罩跳，穿 bra 跳舞。对，但是我说我不能，我穿胸罩我就不会跳舞。真的？他说没关系，我们有穿裙子。我说我不能只穿胸罩跳舞。他说没关系，我们有穿裙子。哦，他就跟你扯别的就对了。这段话你重复两次是什么意思？强调，就他们就坚持。他就说你穿的裙子，那上面只是 bra 这样，但是你不能接受这种感觉。对。但跳 hip hop 很多都穿很少啊。对啊。但是那种健康嘛，那种胸罩不 hip hop 就是可能你要那种 bikini， 所以你还是要有 hip hop 精神在就对了。对。哦，他不能接受那种蕾丝边呐什么，因为呀这样怂掉。自然。抬掉。啊？抬掉了。那个就抬掉。抬掉了。那个是拍他拍的广告。Sorry。那个还不错，蕾丝边是给贵妇穿的，真快，而且他找到一个重点，他说跳舞最重要就是表情。哎，表情，哎，你的语言，你脸上啊，那种味道是吧？是脸上的表情？不是那种味道。那是哪一种味道？就是其实常常我们
跳舞的时候会紧张，就会跳错。但是如果你表情很赞的话，你可以加分，就是大家都注意到你的表情，就很像跳国标舞的时候，男生女生都会来那招。很惊讶，然后很开心。没有国标舞，因为它很多是求偶的舞蹈，一定要欣赏段。对对对对对，这种其实舞蹈真的都是有这个意义在里头的。OK OK OK， 老吴啊，啊你回来了，我帮你放休息。对对，他跳起舞来一定很性感，那赶快来看呢，等不及了。对啊，对啊对啊，有没有男朋友比较重要？有。做什么的？那不重要。我当然知道。我放的回答把它记起来。不是啊，他是做什么？我把它记起来。跳舞的吗？跳 hiphop？ 不是、啊。哦，那还不错，不错。对不对？跳舞能吃饭吗？能哦。能当饭吃？能哦。你能边跳舞边吃饭吗？能哦。我也会下垂吧。你拿一个便当呢？好了，赶快看他表演呗。看他表演，好吧？太好了。高熟鸡，哎，老师级的哦。掌声鼓励鼓励。还有，哎呦，我有侧耳环呢，拼呢。指定曲了，你这样一讲啊，让我感觉是对的。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一下音乐一来，五个人一起唱，对不对？哇，那现场就热闹了。来来来来，再来是我们庄心怡小姐，欢迎四号的庄心怡，20岁，158公分，红怕怕。嘻哈美女是很容易受伤的女人，这话怎么说呢？练舞练到浑身是伤，就是骨架歪掉了。我骨架往右移，那这样好吗？应该是要保护自己的那个身体才能跳得久。那你多往左跳啊，就往左移。还有，再来是我们庄心怡小姐，欢迎四号的庄心怡，20岁，158公分，天哪，红怕怕 ，Angel， 小辣椒，他就是那位四清四绰的人。火龙炮整个台步了，他们想把我的妹妹撸。啊，哦耶，这位，他的名字，庄信义，20岁，哦耶，我们好像很害羞的感觉、啊，对，他感觉比较害羞一点啊，对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158公分啊哈哈，42公斤，学舞的动机是因为喜欢安系爱玫瑰。安室奈美惠是他转型之后出的专辑吗？就是国中的时候就蛮喜欢，就他以前很动感的时候就，所以他变你也跟着变，派这个你也是跟着变，对啊对啊，哦厉害。那可是你有花时间去练舞吗？有啊有啊，那练舞你是为了什么呢？练舞为了什么？就是兴趣啊，只是兴趣，好玩，这只是平常的兴趣，他没有办法当职业。是，你一直很在乎练舞不能当饭吃这件事吗？很难当饭吃的，很难讲。现在在兴起了，对啊，这么多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人骑2个小时的车，为了跟他吃早餐。而且也有人在跳舞，他在跳的时候就跑去跟他告白，边跳边告白啊？对。哇，情况是怎样？对啊，就是我们就有时候会去 pub 玩啊，只有这时候那时候跳一跳，就突然一个人就拉着我一脚，然后说那么晚不要在这边跳舞啊，然后穿这么少这样子。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对啊，说这样我会心疼。是他搭讪，好像浪漫爱情故事哦。这么晚你不要在这里跳，你穿这么少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书生，平常不去舞厅的，可就是为了要看你他才去，对不对？啊。结果呢？你有给他电话号码吗？就没有，就之后就是我们跳完之后，还发现他还在下面等我们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很可怕。可怕啊！可怕，那边还好，还好。直接来看他舞蹈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看一下这个宋诗怡，哎呦，印度风的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讲话那么文静，跳起舞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前天要不要来那个解释一下他的舞蹈？他刚刚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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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舞蹈没有，我真的确定他很喜欢安室奈美惠。对对，而且安室奈美惠跳舞是那种柔的感觉，可是其实他那一点就很有很有力。对，他其实他很一都很柔，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地点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女生那样好帅哦，宪哥你都可以讲，但是你不能实际示范，因为真的不像。我们的对不对？好，休息一下。谢谢，好帅哦。好，最后一位啦。够厉害的哑铃二人组，哑铃哑铃，就是我们吗？终于到我们了。哎呀，欢迎林哑铃，欢迎哟，哑铃哑铃，欢迎。一个台步，他不想把不了面子。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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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 ，Jackie in the house，Jackie in the house，Jackie in the house，Jackie Jacki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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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the house。哑铃已经 come back， 手毛一直都那么长吗 ？Say hello to everybody。真的耶。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哑铃。林哑铃，哑铃是今天最不 hip hop 的一位哦。你看来像要去登山哦、喔。哪有啊 ，hiphop 有这样穿？哎，你知道男生就是穿一大件那种羽毛外套啊，很大件。里面是穿很少，对对对，因为他们随时要跳舞嘛。对，练舞连续12个小时，真的假的？每一天吗？那这还得了？没有没有，每一天，就是那一次可能精神比较好吧，然后就早上起来。可能是那一次精神比较病吧。精神比较中头那疯了。而且听说呢，他在练舞的时候非常的严肃，因为就不能说笑跟聊天，就团长不喜欢我们这样子。哦，你们还有一团呢？对对对，团名听说都是很怪的，叫什么？嗯，精武门。哦，我好像有听过，有很多很多团呢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老人与狗啦？有吗？有有，是老人与海吧？苍凉的猫咪啦，有吗？很多团名很怪的，对不对？我练舞练到浑身是伤，就是骨架歪掉了，我的骨架往右移。可这样好吗？应该是要保护自己的那个身体才能跳得久。那你多往左跳啊，就往左移。还有练舞呢，练到一半大哭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觉得难过啊，就觉得明明那东西我就可以做好。然后 hiphop 是你全部的生命吗？我觉得很重要。很重要。对，然后如果世界上没有 hiphop， 你会怎样？我很难过，改跳 Tango， 没有别的选择。嗨，你好。所以他交男朋友的条件一定要是会跳舞。那如果他跳的是 Tango， 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一定要是 Hip Hop。对。哎，奇怪 ，Hip Hop 的这个族群里面，他们是很，其实也蛮团结的。对，他们都是全部要 Hip Hop。好，那么。
目前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？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没有。为什么？十六岁而已，要他有什么？啊、你才十六岁，你才十六岁啊？对啊。Oh、看起来像十六年次的。太老了吧？还是小朋友吗？还是小朋友呢？对啊。要早点回家。你有在外面跳舞跳到三更半夜吗？啊？十一。跳 hip hop 能当饭吃吗？爸爸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还教了个另外一个 hip hop， 我们叫又又又又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？又到宝。都几点你还在又？像话吗？你这个不要生气了，对呀，表演搞个耳环那么大，你当做公车拉环了？啊？哎。不要生气，我是说是不是啊？对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家代表家长的心声。来，我们就来一段舞蹈。你的舞是哪一个舞风的？比较 girls hip hop 加一点 girls hip hop。啊？好啦好啦，你今天真的很像一个爸爸哎。算了算了，孩子跳 hip hop 他能当饭吃吗？你能边跳边吃饭吗？孩子也不是故意的吗？对不，这三更半夜都九点多还不回来。亲一下就出事了。好啦，好，那我们看她跳啥吧。小妹妹十六岁，掌声鼓励一下。Let's go, girls hip hop。老师，你们要站起来思考，在 dancer 在几个舞蹈老师的心目当中，哪一个是最厉害的哦？各位，我们通通起立，在我们现场给你们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邰正宵先生勉强摇一下，郭品超先生勉强摇一下，配合大家，我们来一段音乐，好不好？什么音乐都可以 ，hip hop 的，来我们现场，把他们刚才，把这个好看。小池，请准备。又又又又又四号 ，Let's go， go go go， 心仪 go go， 心仪 go go go， 心仪 go。五号的林雅欣，又 go， 欢迎六号的可米小子又。是吗？因为我们全场刚刚跳舞的，只有你过了不惑之年呢。没有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。对，没有安全帽，要不然我就来头转。哇，好，我先给你一个奖赏，亲一个。来呀，不用，谢谢。究竟以上五位嘻哈美少女，谁才是舞蹈老师的最爱呢？你瞧，嘻哈美少女们个个活力十足，浑身充满着动感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是不是也快被他们的热情融化了呢？而这五位长相甜美的嘻哈美少女，谁才是舞蹈老师的最爱呢？
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要闲下来，大家赶快来猜猜看吧。好，来，你们选择哪一位啊？让开啊！一到和泥小子，哪一位？一号 ，Number One， 外冲着他的刺青吗？虽然我们的新歌的歌名叫 Number Two， 可是我们选 Number One 啊 ，Number Two 啊，对啊，哦，所以你选一号，因为其实他整体的感觉真的是非常 Hip Hop 啊，就是个性啊，可能个性越开朗，感觉让人觉得越舒服，而且他很勇敢，对，真的 Hip Hop 就是勇于表现自己，勇于表现自己，哎，敢秀的人他就是爱秀就会赢，哎，来二号。其实我觉得一号跟四号都很可爱，而且都很特别。那我觉得一号嘞，他跳舞最有自信。哎哦，所以你选一号，他笑得很开心。嗯哼，还是选一号，就有那个感觉。好的，郑霄哥哥，郑霄先生，您的答案。我觉得首先每一个都很棒，不过我要选一个，我最喜欢应该是二号。哦，对他扭的也很有，对他扭的很漂亮。对，我觉得他柔中带刚，有一点 power 在里面，柔中带刚。然后呢？我觉得每一个跳舞都跳得很漂亮啊，可是我觉得一号跟五号我觉得比较 hip hop 味。哦，就正统的嘻哈。那选几号？我选一号。一号。应该跳出来的感觉就是很 hip hop。来宾猜测的结果普遍认为一号跟二号女生最有希望，但到底是谁呢？我们赶紧来看看吧。超嘻哈美少女五位决选，老师们就是非常热爱舞蹈以及 hip hop 文化的专业老师们，耶哈 ，very good， 耶！他们呢要为我们今天选出我们的冠军，到底谁是 hip hop 美少女？我们来瞧一瞧。介绍完这群评审团之后，你知道他们心目中嘻哈美少女具备的条件是什么了吗？听自己喜欢的音乐，跳自己喜欢的舞。不受拘束的穿着，或者是比较放松，比较可以让你觉得可以表现自我。原来这群评审心目中的嘻哈美少女的印象是这样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来介绍我们五位美女进场喽，大家赶快来看看她们的魅力吧。一号美女蔡蒂彤，射手座的她，酷爱嘻哈文化，穿着更是随性大胆。她能够得到评审的肯定吗？而现任舞蹈老师的二号美女杰婷，她能以自豪的舞技击败其他美女，得到评审们的票数吗？紧接着是舞蹈表情丰富的三号美女高淑姬，将尽量的展现她自己的动感以及性感哦。而表情羞涩但跳起舞来却充满自信的四号美女，会是今天的冠军吗？最后一位年纪最小但出生之犊不畏虎的五号美女，能够击败其他几位大姐姐吗？ Nice， 很好。那我们现在赶快先来问问我们的评审老师们，对他们五位有什么看法？来，我想非常非常多人都很熟悉的老师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大木。你好。哦，久仰大名，我真的听过你的名字。哇哦，他就是帮许多艺人伴过舞的大木老师耶。当然了，咱们话不多说，马上让老师来秀一段舞蹈吧。走。在看完大木老师精湛的舞艺之后，他对五位美女的第一印象会选谁呢？我想四号。四号为什么？第一印象。第一个印象好，对，没错，待会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，他们的才艺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接着这位穿着像业务员打扮的他，到底是不是评审老师啊？我们赶快来询问一下吧。真的假的？你会跳舞吗？一点点。那可不可以扭一下，或是就摆动一下给我们看？现在吗？对。哇，那个脚，那个脚。非常好，very good。
到牛刀小试一下，果然奏效了，看他还真是有一套呢。不过他觉得哪一位美女比较嘻哈呢？但越露的越好啊。所以是二号呀呀呀呀。那你觉得你喜欢哪一个那个 hip hop 的艺人？ hip hop 没有喜欢的，没有喜欢的。他附身的成灵，在不到短短的时间之内也融入了这群老师之中。而眼前这位评审会投给几号啊？比较喜欢一号。一号为什么？一号比较可爱。比较可爱哦，哟呼！那所以 hip hop 不一定要酷，或者是有个性哦。其实 hip hop 是发自内心。发自内心的好，谢谢你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看看这些美少女的才艺吧，哟。在听完评审对五位美女初步的印象之后，随后五位美女也尽情的热舞，你瞧她们各自展现自己的绝活来拉取选票呢。而评审也加入共舞的行列喽，使得这个 party 更加的热闹了。投票，我们一个老师有五分，所以总共有50分。那我们问一下一号，非常性感的一号，你自己50分当中可以得几分？49分。49很有自信，非常好。那你觉得可以得几分呢？二号？当然是得满分。满分哇，跳舞的都有很有自信。好，那三号觉得自己得几分？他们两个加起来就够了。他们两个加起来什么意思？大概快100张。OK， 了解。好，我不懂你的幽默 ，I'm sorry。OK， 那四号，你觉得自己可以得几分？随便，随便就几分都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随缘的人非常好。那你觉得自己可以得几分呢？五号。有就好了。有就好了。好，谦虚型的。那我们赶快来看看，到底他们可以得几分？谁是冠军呢？好，投票开始了。十位评审一一走向他们心目中的嘻哈美女，而每一位评审手中都有5票。由于今天竞争非常激烈，于是评审也将票平均的投给他们。而谁会是优胜呢？广告过后我们才会告诉你哦。投票开始喽！十位评审一一走向他们心目中的嘻哈美女，而每一位评审手中都有5票。但照画面上看来，他们都很平均的把票投给5位美女，但是也有人将手中的5票全部投给一个人呢。到底今天冠军是几号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看票选结果如何吧。投票结果，我们恭喜1号美女以1票之差击败2号，成为冠军。没错，我们的冠军出炉了 ，Hip Hop 美少女就是1号的主播。